五年一届全国性工商以及服务业普查工作，将于4月15日开始，伫等政府来进行为期两个多月实地访查工作。为此，今日南投县政府也伫县长李朝卿的带领下，举办了简单隆重的结拜仪式。请进来。我想这个我们南投县的工商业，比当然比其他的县市哈，看不下发达，但是我们也要急起直追，我们要去也要进行，也要做，让我们南投县在一个工商普查呢，这是五年一届了，五年一次哈，我们希望这次呢，大家把它做得更，普查的更紧密一点，能让我们的工商业能够更发展。五年一届工商以及服务业普查工作，主要是要了解各来各产业的经济活动状况，因为将阿廖确实的经济现况，政府才会当制定长远的经济发展政策。去了解一下我们工商产业的经营的状态，还有它的资本分布，还有它的经营状态，那做以后政府政策、产业政策的主要依据，尤其是重点的产业发展的部分，我们绝对不会把这个资料作为纳税或是取缔之用，所以要拜托各位乡亲，会当配合我们这次的工商普查。工商普查斗阵行，台湾经济才会赢，是这次普查的宣传口号。为着会当拼好南投县未来经济，县府是相当重视这项普查工作，并呼吁县内各行各业的公司、企业等单位会当全力配合调查。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。